大叔是全。来说就是算中规中矩吧，不是很贵。猪腰花，这应该是三份的是吧？抓点水淀粉，手速要快，姿势要帅，对吧？是小葱是吧？大葱，哦，辣椒。酱，辣椒面儿，另外一种辣椒面儿，生姜，再来点糖，盐啊、哦，对，这个大叔是自贡炒菜最快的男人，开始7秒炒腰花，这个是准备好的腰花，下锅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哎呀，第7秒下入腐菜。搅匀乎了就出锅。哇塞，这出来以后，这个菜的颜色是特别的漂亮，红是红，绿是绿啊。这个油估计用的是菜籽油，看着是发黄的啊。猪油也可以。猪油。对，是猪油。哇，这个是猪油是吧？这是油。菜籽油和猪油混合。啊，明白了，看着是发黄的。这是提前切好的猪肝儿，咱们家用的都是菜市场买的鲜货吧？这是今天才买的。现在炒的是桥头三嫩第二嫩猪肝儿，大叔是8秒炒猪肝儿，来数一下，1、2、3、4，下辅料，5、6、7、8，出锅。哇塞，主打就是一个油大火大，调料多。还要半一勺生油啊，色香味俱全，特别漂亮，红是红，绿是绿。哇塞，这个三嫩是家族传承，桥头镇外并无分店。猪肚几秒？20秒。这桥头三嫩的配菜啊，配料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是炒的材料不一样而已。桥头三嫩第三嫩炒猪肚，油有点多了，大叔往外舀一点，来下。这个大叔刚才说了啊，要炒20秒，我就不给你们数了啊。哇，漂亮！